想发现什么？我们好像我们要被吸走了。是新奇暴龙战车6的魔方玩具，还是珍藏电镀款的，看起来很好玩的，我们一起来打开看看吧。先看看这个魔方万龙，哇，居然有一个超级大的收纳盒，是一个绿色的，看起来非常好看。这个是万龙，它的脖子很长，我们现在来给它变形吧。Let's go。变形完成了，电镀款的果然不一样啊，看起来金闪闪的。我们把它放到收纳盒吧。哇，好方便呀！呀吼！现在我们给它恢复恐龙形态吧。完成了，现在是魔方万龙。它还有一把武器，爆裂加农炮，编号是 A4。这是魔方甲龙，哇塞，快看，又是一个收纳盒，这次是蓝色的。这里有一个蓝色的魔方，我们来给它变形吧。完成，这是魔方甲龙。快看，它的身上也都亮闪闪的呢，而且尾巴上还有武器，大地轰炸枪，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呢。最后还有三角龙和霸王龙。天哪，快看，出现了两个魔方收纳盒，一个是黄色的，一个是红色的。而且还连在一起呢。哇，这收藏起来太方便了吧。那我们现在拿出来看看吧。这个魔方是红黑相间的，还有编号 A1， 我们来给它变形。恐龙形态变形完成了，它还配的有两把武器，动能爆破炮。现在来看看这个黄金色的魔方吧。变形完成，这是魔方三角龙。快看，它的身上像黄金一样，非常炫酷呢。呀吼！它的编号是 A2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玩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